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我的妈！哇，兄弟们，大家好啊！这个地方咱们下来已经有三天了，今天第四天了。经过这三天垂钓下来，发现这边鱼还是挺好钓的，钓到了大板鲫，还钓到了草鱼。但是目前的话没有钓到鲤鱼，这里面的话鲤鱼还是挺多的。这个地方呢是之前咱们养猪那个地方，有些大哥看见可能有点面熟，他以为我发的是以前的库存，加上我可能穿这个短袖吧。贵州这边天气都是这样，它白天的话比较暖和嘛，一到晚上的话就稍微冷一点，真不是库存啊，兄弟们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去到前两天钓的那个位置，就是树桩那里。这种冷水库溪，我发现到这个季节之后，这个鱼特别喜欢装树桩。虽然它挂了一点，但是富贵险中求嘛，对不对？哪里有鱼，咱们就去哪里，多挂几下也没事，只要能钓到鱼。今天涨水了，兄弟们，咱们还是来这个窝子，这个窝子每天口都很好，咱们就抱着它啃就行。涨水的话，我们就往后面移一点。这个窝子咱们每天都是细的走的，中午起床的时候过来补一把窝尿，然后回去再睡一会儿。这个太阳下山晒不到的时候，就是正好狂口。这个窝子每天我第一口挂的是玉米，它都不给口，反而挂小麦更容易来口。咱们今天就疫情不中求，就给它挂小麦。走，你看看第一杆有什么。来，往回，我就说嘛，回，往这边回，我就说第一杆挂小麦，他就要来这种，哇，不行，三拖二还是有点小啊，兄弟们，感觉不敢跟他硬扯。不行了，老兄！哇！不要这样，大哥！我不能让他走了，我不能让他控不下去了。再下去的话要挂的，这底下还有个树，已经挂了两次出来了。我还没看到是什么鱼啊，兄弟们！这条鱼也是运气不好的，完犊子了！完了！这半截杆子能溜得动它吗？往这边走！哇！拍个视频先，没钓过鱼。哇！抄网直接甩过来，不会沉吧？巨头啊！哇塞！来抱进来，老弟。这条大哈。哎呀，你这个草网不会冲破吧？不会。这个鱼护啊，没办法啊，兄弟们，咱们站这个位置实在是太极限了。你看我只能站在这个地方，而且咱们后面又有这些树枝，这些障碍，中鱼的话底下又是一片障碍物，咱们只有硬拔。然后如果你太用力挤过头顶的话，那杆子是很容易折的。咱们现在换一根8米1的极星大物钟馗的小四达，没有短杆了，8米1其实也可以的。真的，咱们还是给它挂上一颗小二毛。这个8米1的话要
收一节杆子来钓，这个线组就懒得搞了，就用刚才那个，趁现在发窝，咱们不用浪费时间，赶紧看看有没有下一条，第一杆就中的可能。又来兄弟们，又来，又来又来又来，也是丑鹰。不要这样，大哥，这个底下有草，有那个树桩啊。哎，这位老弟又不在，又是草鱼，又是草鱼。啊，我天哪！一个人爆操作，兄弟们，这个杆子就没事了，咱们慢慢溜的。钓大板鸡怎么又草鱼又给闹窝了？哇，这条也大，这条也大，不能让它扎水，它扎水的话它劲好大，它要线的那一刻感觉要切一样。我其实线用的不是特别大，三拖二不是特别大，二号的直线。那钓个五六斤这种，六七斤这种还是没啥问题的。太大的话就要切了，抽筋。手真的很酸呀，兄弟们，单手啊！这边又有个树桩，重胀期确实很长鱼，但是很难溜鱼啊，很难溜鱼啊，又不敢让它下去。像这种地方看不见有树桩，这种地方底下还是有树桩的。好了吧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很累了，真的很累了，手很酸了。哇，这条好像更大一点哦，这条比第一条大哦。哇，这条比第二条大点，兄弟们。哎，翻了，翻了，翻了，搞定了。啊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一个人拿一只左手拿手机，右手遛鱼，手真的好酸呐、啊。翻了就好办了，接下来咱们就抄鱼。进来，进来！哇，手太酸了。这个真的到这里有七八斤了，这是皮毛特别好啊。哇！别！别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我的妈！哇，看嘛，看嘛，还好动作够快，要不然就没了。真的太极限了，兄弟们！啊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！真的打这条，两条了。咱们现在继续第三杆啊，兄弟们。还是小麦，两杆就中两条，你说这是什么资源啊？不要再来炒鱼了，好不好？对嘛，中了一条大板鸡，兄弟们，不要再来炒鱼了，我真不想溜了，手太酸了。老弟再买还好一点，这大板机也大得很呢、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回是没啥口了，有草鱼的窝子啊，这个大板机就不怎么来了，就被这个草鱼给搅了。你看咱们今天钓的，钓两条大草鱼，还有一些大板机，大板机只有几条了。咱们这个鱼的话，咱们今天就把它放鱼池了吧，哈，回去再抱给你们看，这个品质相当舒服啊。来了，你看这个鱼货是真的爆货了，这个鱼货太小了，兄弟们，拿都拿不出来。刚才没有给你们展示，这次展示一下，看这皮毛，舒服吧？这个有个五六七八斤吧，估计。今天这个鱼池水没那么满了，咱们这个水进水口进来的水很小了，它不会跳出去了，放心哈。还有一条，这条稍微更大一点。皮毛更好一点，哎呀，
草鱼这个颜色很少见吧？看到没有，金黄色很少见吧？哎呀 ，nice 哈，还有几条大板鲸。